个来了一个 OK 这个是要做什么呢？你要考我们的是什么意思？希望就看谁能够把那个杯子震破。他就是靠的是内屏，靠声音把杯子震破。我只在电影里面看到有人就是比如什么狮子吼啊什么把声音震破，这是属于特异功能啊。不是不是，没有，非常的一般的普遍的。要不要头上戴那个仪器？哎，我们先试一下吧，来给我们一个麦啊！不用，不用戴仪器的，就凭那个声音。来，在我们揭晓正确的方式之前，大家可以凭借自己的考虑。哎，你们很早以前就是去演出，用这个麦。这个麦啊，麦，其实我讲到声音，我真的滔滔不绝。嗯，这个是很贵的麦，嗯，很贵，对，很便宜，嗯，差不多十倍。但是声音呢？你看。好像那种街头那种非常有分别，跟一个喇叭唱歌。为什么我说句实话，我说句实话，为什么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？我觉得这个声音听起来果然很便宜。这个声音我就特别想，你没忘记我，打发电哦。没事。对，不是，这个是为了什么？我们之所以接根线，是希望这个声音可以更集中的进入到我们那个那个喇叭。那这样好了，我们在讲道理之前，每个人用自己想的方式，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可以把这个玻璃震碎？超，你觉得什么声音？就是唱嗨歌呗。Mountain， 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吓我一跳。我以为你要喊妈呢。你要动手。一群人。Mountain。就跟着一起来，不，纹丝不动，觉得不对。我觉得你要震破这个杯子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其不意，就是趁他不小心，就是像我那个那首歌一样，就是在他放松警惕的时候，你突然一下，你试试，就是我这样的时候，他就会有所准备，但是我的，我来。不是人，他怎么会有准备？啊、真的会很浪费。你倒准备好了，杯子没准备好碎。唱歌可以是吗？可以。大山的又是这个。大山的子孙呀！大姐，太能才了。真用了力了，这玻璃没碎，裙子挣开了。哇，真性情在，真是有暴力美啊！你觉得？啊，我知道原理。哦，他知道原理。哦，你知道啊？你来，嗯，很简单。高频还是低频？不一定，是对的频率。对的频率。对，嗯，对不对？唱音阶呗，那就。等一下，嗯。碎了，就是、碎了，就是用这种方式碎了，自残的方式，心要用一种自残的方式，心差点碎了，碎了。它其实原理是什么？怎么样可以唱破？它原理就是你要跟那个杯子，因为每一个杯子它有自己的。频率对、嗯，没错。你现在大家已经可以在这个大屏幕上看到一个声波的一个频率，也就是说每一个杯子有它固有的一个频率。当你的声音跟它达到共振的时候，一样的频率的时候，就可以把这个杯子震碎。来，维嘉，你可以先听一下那个杯子的声音，然后去找到它的频率，看你能。哎，小麦克风，麦克风小心。对，麦克风不要触碰。好，来了。哎，那哦。快一点，刚才那个吸管已经弹动了。好，佳佳，还有十秒的时间。哦。后面只有脑袋里只有一个音，就是。哦。好，维嘉宣布失败，接下来谢娜上场。快到那边，过了。第一点，你要找那个，找到那个点。7.2 是吗？就是它上面有个白色的波线，你看不到吗？哪里啊？何老师，你指得到吗？
快快，就这个音。好，换一个，接下来吴昕，就对着那个唱是吗？对，对着那个唱。你要先，你我建议你用一句歌把它带进去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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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噜走过来，走过来一点就可以了。噜噜，再过来一点，再过来一点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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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完了之后，来，你来。他跟你说什么？他跟你说什么？你好自信的表情，来，嗯。太高了，太高了。翻身做主人，翻身做主人。伊森跟你说什么？哎、你伊森跟你说的是什么？他在我耳边亲了我一下。吵鬼！他就是告我那个音，告我那个音，是不是？那个音。哎，他教你都可以弄，他如果自己是不是会很快就可以破？那他可能音箱都会炸掉。我们试一下，来，伊森来哈，伊森来，你要再听一下，这个杯子可能不同哦，你要去听哦。对对对，其实你真的在听吗？还是你就觉得无所谓？是真的要听。我以后就这么说话了。别说话，没拿那个。好，先别说，先别说，他要放杯子。好的。好，来，欢迎陈奕迅。准备好了吗？是我。记得那个音了吗？记得那个音了啊。好，记得那个音。Because I 都不是妒忌，爱是种几乎幻想的真理。哇但是他说，老师有他也跟我说了，跟那科学家说，这个乌比较好，乌比较容易震破，对不对 ？Because I 乌啊乌 ，Because I 乌是坏呀，乌是独家乌，啊乌。也可以下一次演出的时候试试。下次对啊，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。大家知道这个秘诀了，对不对？很简单，其实碎杯子、就是、共振的原理，共振的原理，碎杯子其实就是你可以把那个声音调到那个频率就 OK， 好不好？